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rax 独家冠名播出，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rax 独家冠名播出，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哇，这个我能做吗？可以，这个可以做，可以说按摩一下。你会用吗？不太会吧。你会用吗？哦，massage 时间，享受一下按摩时间吗？哇，今天可以啊。今天，哎，有点乱，音乐后面听的。哇，你这个太震了。哦，太累了。所以其实以后你平常练完舞之后按摩算有用吗？对肌肉松弛之类的。找人按吧。啊，找人按有用。这瞎打瞎闹的。马上要去剪头发了，我。剪短。很短很短。拍戏要用图票啊，图票，图票，不是那个寸头，比寸头要稍微长一点点。我要演一个技术男，就是那个 IT 男。哦，对啊，哎，是啊，戴眼镜。但是他觉得技术男就应该是那种裂开的那种头发。嗨，庚哥。哎 ，Hello。庚哥。哇、哦，还有按摩了，大哥，请。小不不不，坐，小弟往后坐，你快坐，你真的。既然庚哥不要，那我就不客气。今天庚哥炸了，庚哥。庚哥第二首歌。运气，运气也是实力。导演，辛苦，咱俩这个杯子特别 match， 太横了。这是个啥？这个拉这个小腿肌肉，对。哦。哇，好，开始来了。哎，还有这些啊，哎呦，这筋膜枪旁边按一下就行了。哎呦，大腿，有没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爽感？哦，好爽，好爽。哎呦，哥，啊，哎，我哟，试一下声音啊，不能打，这样，可以 ，pop 你知道吗？胸针，哦，哥，哎，我帮你，哎 ，electric pop， 啊，好，对，哎，我是 star， 对。啊，这半年你结伴们呐，我是啥？来吧，开吃吧，我们。哎呦，我们先开席吧。今天火锅又换了。哎，今天不是那个牌子了，上面写着川味罐。火锅品种换了，不一样的品种哦，不一样哦，每天就是不都会换的，应该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哎呀，太帅了，一星！哎，真可爱啊！哎呦，为什么大家都帅我可爱呢？可爱里边带着那种俊俏，俊俏里边带着那种帅气，帅气里边又带着那种可爱，所以结果是可爱。你还可以绕我熊，你还可以绕我熊。那个可爱里面还有，还有那种俊俏，俊俏，俊俏里边有帅气，那个帅气，帅气，帅气，帅气。那个帅气里面就没了，帅气里面有可爱，可爱里面还有那种俊俏，然后一直到帅气，然后又转回到可爱。你看，OK， 所以你什么都占了。太酸了，太酸了。那就算了，你放的是醋吗？不是吧？这是放醋啊、哦。要不要？哎，可谢谢。哥要个椰子吗？不要了。拒绝我。他每天就逗我。一起吃火锅吧。我感觉这个摆盘的人一定没看过去年的节目，这盘怎么也得放在……哦，我这有。哎呀！特意给你点了三盘。哇哦！我要加点汤吧，感觉汤快烧没了。那个小机器人，给我加点汤。好。你现在习惯于靠小机器人了。好了，这个盘子可以退休了。哥不是还要吃羊肉吗？不吃啊。带奶味的，奶味的哪一个？根哥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还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没有出来，你的眼神有点迷离。哥，没有，我在录下半场的时候我就有点晕，就蹭晕一下，完就开始起那个冒那个虚汗。我说，喂喂喂，快给我水，快把水给我拿来，我喝了几口水。那时候应该吃块糖。没有啊。跟我说呀。我看你我就甜着了。哎呦。啊！我自己说完都恶心。要把那个红的拔掉，红的那个拔掉。哦，好难啊！我们一起来吧，我们可以的。好，一起来吧，我一二三，哥。哦，有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耶、okay. yeah. ！看椰子。哦，可以，你呢？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哇，是这样的。对，是这样。可以了。嗯。可以。干杯。那就开始吧。Hello。哎，收工了。收工了。来，一起火锅吧。一起火锅吧。吃火锅。辛苦。本节目是为的勇闯天涯 Suprax 独家冠名播出，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
看着刚子太喜庆了，聊聊我们今天的149。哎呀，你去年也是吃香油跟蒜泥的吗？我记得你去年不是吃这个料的呀。跟他一起吃一般都是这个。因为今年其实舞者选择的音乐149都挺难的，但是那有好几个非常经典的 call。嗯，小海豆太好了，太绝了，太绝了。他原来带一点幽默在他的舞蹈里面吗？还是他就是一直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跟那个加尔跳那个对阵的时候，他跟我设置了一个，汤汤汤汤，把他那个吹走。哇！我说你怎么就能想出这些东西？给手给手，那确实是。他好多点子，嗯，他点子很多。对，就除了海哥跟我编的那个滔天的两个眼睛，我还不理解以外哈。啊，那是海哥编的。海哥也有失误的时候，海哥给我滔天一首歌，做两个眼睛，两个电子眼放在后面，然后两个人拿着，你知道吗？在那里，我们在跳舞的两个人拿着两个电子眼，然后那里眼睛还不是同一时间睁开的，对吧？一个眼睛先睁开，然后一个眼睛再睁开。小明，哦，小明这个像小丑了，哇，这个太，轰，然后音乐没了，安静的，突然间 power move， 哭哭哭哭，我是说，哎，我是不是有什么声音我没听到呢？麻烦你们把声音档开大一点好不好？然后第一下把所有人都，哎呦喂，那坐在那个音响旁边的人，哎呦，都是这个反应，看到巨大了，我觉得应该不是你没有声音没听见了，对，应该是该听见都听见了。我回去休息室在想，有可能。他就是被那个角色，他在太进去那个角色。主要是小明他化了个妆，我相信他化那个妆也得化一个小时吧。对，哎，小明第二季也在吧？在吴建豪。啊，就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有印象的 B boy。去年他跳了那个 Jazz， 被张建鹏然后跟他一起跳了一个 B boy， 跳那种 Jazz。他跳得好。对。那技巧都在，他 power move 都很到位。砰！是这样，小明是很耿直的，我觉得一个耿直的 B boy， 他想要去表演作品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个必经之路，然后以往他总是会用一招砸背嘛，哇棒哇，一场 battle 里他能砸个五六次，你知道他拿那个大牌子出来，我以为他拿那个大牌子可以去转可以用，没想到直接给折了，叭叭就跑了。最好说是跑的时候。除了他以外呢，还有没有其他大家印象比较？鸡哥，哦，那个戴墨镜的。对，是觉得他其实是自己会练很多很多的一个人，对，他不可能就是运气好就全部卡上。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是今天的149的选手，你们坐在了上位区，要准备一个作品，让不知道哪四位导师来评判，你们大概会想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国风啊，中国风。把 BPM 放慢，popping 也跳不起来，然后 locking 也跳动不，bounce 不起来，hip hop 只能你的。
一般能 bounce 起来的节奏，我看啊，比方说九十嘛，我们算 BPM 算九十的话，往下拉，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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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吗？那 Harry 呢？你会选一什么样的音乐？没考虑过。我帮你出个主意，就是你一边拉小提琴，你不用放音乐啊，这是没有音乐的，是他拉出来了，一边拉一边在说别人怎么考啊。哦，这个很难，其实这个太难了，这谁考啊？然后啊、哦，我不服要考，对不起，我不给你拉了。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有。因为我们不是跟那个谁啊 ，Zico 有跟 Zico 说，哎，要不要试一下？然后我们休息的时候有试过，他完全可以跳，他听到那个声音，啊哒哒哒哒，砰！哎，一博呢？一博会大概弄个什么作品？就 hiphop 自己擅长的吧，对，简单一点，但是排的要好一点。对，如果你也是一个选手，你表演一个作品，你最怕谁抠你？都怕吧。哎，不会，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 hiphop 音乐很好跳，那 hiphop 音乐的 rush 感如果抠我的话，那我不就没了吗？哎，我就想知道，其实那个如果我在表演的时候。下面如果我当我一跳舞，下面人就已经开始，啊，我觉得我那个心里会更紧张。不，你就跳一半，你来，你来，好吧，你不用活动了，你来，直接上吧，啊，后半段给你，给你。根哥会闪个什么作品？民族舞了。哦，因为民族音乐呢，对，它那个鼓点的很特别的，每一个民族鼓点都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要跳街舞的话，很难卡的。哎，比如说傣族的呀、蒙族的呀，还有朝鲜族的呀，哎，这些都可以。如果你能再翻一下的话，估计更厉害。好套路。庚哥以前在舞蹈学校是不是也会学空翻、后空前空？学啊，都有，侧空翻、前空翻、毽子，毽子后空翻。那现在还可以吗？我上次我在练舞，我来参加第四季之前，我说练舞吧，我看我能不能翻，翻了一个侧空翻，那叫蛮子嘛，翻了一个蛮子之后，哈哈，腰就抻着了，完那一天我就休息了。那不是童子功吗？是，那你经常不翻，你的肌肉的记忆力就会没有嘛。你翻腾的时候，你的肌肉经常会用到那些肌肉，就没有以前那么强。哎，一心有学过吗？没有，我学过，没，我学过，第一次就被砸了，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后空翻吗？那我也真的虎嘞，我就练了三天，我就直接敢翻了。这个你太那什么了。哎，一博呢？练过，就是老师在的情况下可以帮忙，就超级棒，还行。对，大家感觉今年的怎么样？我是比较放松玩的。不了解啊，第一次拜登。从开始跳街舞就一直都是在跳编舞，别人编好完就上台去跳啊，或者怎么，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是 freestyle 去 battle 去跳，哇，真的太难了。已经很好了，因为你知道之前你跟我说 battle 的时候，这我紧张的，每天这压力很大的，这我就不会 battle。哥，你从今天。Battle King， 七六九七六九 ，A.K.A.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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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
我以为那个声音是从虫哥的身体出来的。真的突然间没有，因为那个好突然啊啊啊啊。你不要乐器吗？你把我拿走吗？好啊，来我这儿。观众声音呼声一大，第一首音乐真的很难听到。对对对对对。啊，后来好一点。所有的舞者全看炸了，已经就哇，全在那边叫，然后完了之后就会那个。Oh my god！ 今天我完全第一次在其他人的面前这样 freestyle。你真的上去，然后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真的。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很多声音，一上去呢。连那个咚咔也听不到。突然间 pop 了，然后我这里 的肌肉好像跑到另外一个肌肉的那个地方去了，真的。然后我在跳呢，哒哒哒，然后跳着，哦，很痛很痛，但是还是要继续，不可能，就不可能停啊，继续不了。真的。然后我在看，我就说怎么办。然后我正好又就很丢脸，真的这样。不会啊，道歉，真的。你做哥，哦，真的，没事啊，哥。一心还救了我。下一首歌了，换歌了，记得吗？因为我以为还要再跳一次，我说谢谢。我今天就感觉自己身体，我觉得牛。真的。哦，好嘞。后来跳出，呜呜啊！我说哦，对，我不能，我自己在反应。你们太厉害了啊！都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是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好了。反正去年我也是有幸被大家抠上去 freestyle 了一下，嗯。那时候我就是感觉整个脑子放空，觉得时间很慢，时间很慢。然后下来之后念稿的时候手都是在抖的，所以我看到你们在台上的时候，我就从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你们真的很累，就是 battle freestyle 这事真的是很累。你才知道，嗯嗯嗯。等第三首歌的时候，我坐在地上，我看他们仨在那站着，我在那。我一直在喘气。Cypher 之前我以为 freestyle 就很简单，就看其他的 dancer 我就哦，看很简单，但是做了一次真的不容易，真的我们那些舞者真的太辛苦了。好，玩一个小游戏叫我有你没有。每位队长呢有五次机会轮流说一件只有自己做过但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其他人没有做过这件事呢，就将一根手指翻下去，做过则不用翻下手指，如场上大家都做过则爆料者向下翻一根手指，通过转瓶子决定顺序。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好，我转一下。好，一波，那就从一波开始，然后我们这么转，好吧？好，从右手边转。这出什么呀？五个吗？五个手指头，来，好，来吧。来，我没过三十。哎，哎，你是不是就盯着我呢？不是，可以啊。过三十的往下翻一根。过三十的往下翻嘛，谢谢弟。我还没。我还没。谢谢。哎呀。应该再小。那就重新来吧。哎别。好不容易。来你来你来。好。我有一个大水盆杯。哦。厉害。翻吧各位。都要往下翻一个。哥是29。29。哎呀哎呀。你就说没过29就好了。过了29人。
我十月份就过三十了，就到三十。我有一次，哦，这是个故事。吃了超过四十几个荔枝。四十个荔枝？那我吃过啊，那我吃过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酒店，他不是每次送果盘吗？对对对。那果盘有时候送的，他就一箩筐荔枝，你反正坐在那没事，你就一直在跟别人讲话，就包了包了包了，肯定，我觉得四十个肯定有。这个不大好，这个觉得这个不准确，不准确啊！哎，就如果你要说我吃过四十斤荔枝的，估计大家都歇菜。我可以做一个。脸上的 wave， 怎么做？来，你证明一下。比如说，这个是一般的 wave。我呢？耳朵也有哦。哦，从耳朵到眉毛。OK。你们谁行？要。哥是两边，然后中间那一边来，没有，还是两边。哥在你这边，你要想他左边，左边想，没有，不是脖子，左边耳朵，哦。哎呦，有了，哎，有一点点，有一点，有了，差一些吧，没有 wave 起来，这个是有技巧的，这个也有技巧，可以了，一星行吗？不行，好 ，OK， 想一下，你要就专心一个手指，想左边，我的耳朵可以动，我想了，在想你不够，我想他能动，你要想他。一博已经低头开始练了。一博，你可以的。我不行，真的不行。这个好难，这个好难。折了。我算会吧。好，算。好努力，根哥好努力的。哎呀，我很努力了，我都快抽筋了。根哥，我有老婆。哎呦！折了，一星也折了。那咋办？哥，这个不公平，怎么不公平啊？不公平，公平呢？公平是很公平。很早以前，在曾几何时，在哪儿也听说过别人这样。你的吧。你别盯着我，他傻。一波还剩两根手指 ，Harry 剩两根手指。我有摩托车驾照。哦，我还真有，真有。摩托车驾照，摩托车行那个驾驶那个汽车一个驾照。啊，那可以。那可以。Harry 呢？我有开车的。摩托车驾照。摩托车。啊，这都不重要了。来，我有拖拉机驾照。来，你就输在了一星队长这只拖拉机上。赢了，拖拉机赢了。哎，换一个吧。没有了。我必须要先，对，你先握拳吧。你换一个吧。没有了。KO。我有职业赛车驾照。那我有啊。赛车汽车。它摩托车也是赛车。赛证就是。汽车跟摩托车不一样。是汽车。这不是。它赛车手驾照就是都是一个照的。就是珠海那边。他不愿意折那个直的。真不是。我折了，我没有啊。我那个上你没办法开摩托车的。不是，你那个照也不能开汽车了，它是赛车，但都算赛车，赛车啊，但都是赛车，是房车驾照啊？不，那你刚才说的是赛车。哎呀，好。
那我那行那行。那我只剩一个，那就我了吧。好，绝杀吧。啊、哦，我要说什么呢？我可以独立完成一首歌的编制混。该我了。嗯，特别干脆，太厉害了，特别干脆，我的民族的人最少，哦，你的你肯定没我的没我少，对啊，我汉族，赫哲族，啊，赫哲族，哦，赫哲族，哎呀。行了，大哥，还是大哥嘛，敬大哥一杯。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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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玩玩玩玩！啊，这有一个一起火锅吧，饭友邀请函，这个呢发给大家，你们可以以你们的身份邀请一位舞者过来，一起吃，一起吃火锅。这个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饭友邀请函，亲爱的舞者谁谁谁，我是队长谁谁谁，最近录制辛苦了，为了什么什么，所以我特别想邀请你与我一同共进火锅，不仅要以舞蹈实力炸翻舞池，更要以干饭实力做人上人。 Tips， 不要偷看同桌。乔治老师已经来过了哈，你们可以多写几个名字吧。哎呀，像四个在考试的小朋友。我感觉一博应该是第一个交卷的，你真是监考啊！你先坐。同学们，请你们写好答题卡，然后把你们的试卷写完以后扣过来，我就知道你已经写好了。哎，其他的同学都在答题 ，Harry 小朋友你在发呆是为什么？我在想，好，思考。不要说话，考试呢。好，你看，我猜对了吧？对。谁要一博？你反着看还能看出根哥写什么？你是透视吗？他的眼睛特别好，一博，来，一博公布正确答案。第一个是石头，第一个是石头，第一个是石头，对吧？哇，你这都能，哇，这都能，第一个是石头，真是透视啊！哇塞，他眼睛特别好。好，海水同学写完了，写那么多 OK 吗？没问题，真的吗？哎呀，张艺兴同学的作文写的呀，天平座，天平很久远。好的，啊，交卷了啊。好，现在把你们的邀请函放到我们的漂流瓶当中，它会到舞者手里的。请进。请进。什么呀？这。这里是个抓娃娃机，里面有不同菜的种子。本着一米一素当四来之不易的精神宗旨，本期火锅间在供养美味的同时，也为队长们打造了小菜园。大家可以通过抓物机获取各自的菜苗种子。每位队长有三次机会抓取，最多可获得一只含种子的海洋球。祝队长们好运！菜苗的长势会帮助队长们赢取火锅间的后续福利哟。让我们一起在本期伊始播下希望的种子，期待品尝收获的喜悦吧。我已经投进去了，他没理我。因为没有开机啊。好，你失去了一个。哦，那咋办？好，开始了，开始了。可以尽情的玩喽。哦，已经投了，已经投一个。这个，有了有，好稳哦。那你是不是要让它下？你要按它？每个人可以三次机会啊，都可以抓。来，这个是什么种子啊？这么可爱。嗯，哪个种子啊？这个就橡皮啊。
你没抓到种子啊？你那有种子了吗？有啊，三个了。你这是哪个？生菜。生菜哦，可惜不是香菜。哎哎，我的有哎。你是什么？是啥？我看一下。菠菜。菠菜可以是吧？一人一个，这是菠菜，这是生菜。你上次有说明吗？用镊子轻轻把种子放入种植棉块中，再帮我们戴上小帽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健康成长了。种子，哎，哎，我这有一个种子喽，用麦菜。它已经不出来了，就这些啊。哇，种子来了，种子。叫什么？生菜。希望下次来就可以抽芽了。那是怎么做的？对，你就把一颗一颗放到那个里面，这样。这怎么玩啊？用镊子，用那个镊子。啊，就放一粒吗？对，放一粒就行了，然后种好就把那个塑料那个盖子盖上去就行了。啊，就放一粒啊？只能放一粒啊？不用不用不用，放几粒也行。哦哦，放几粒也行，没关系，你只要确保每一个里面都有就行了。好，来吧。那我们走吧，我们最后来个 ending 就行了。哎，我怎么少一个盖啊？啊，我有了。一博，好来了。一博还在盖帽子。期待这个小菜园能够赶快，生根发芽。好，吃火锅，吃火锅。好，收工了，一起火锅吧。收工了，收工了。OK。来一个，来一个吧。可以。嗨，你看。打开电视，用酷喵看《一起火锅吧》，大屏有福利，真享更好看。感谢速率共享充电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用速率新无力。爱豆 APP 舞动青春，伴初心成长。可以倒一两升，我感觉。是谁送的茶壶？漂亮，全洒了。机器人一个颠簸。哎，机器人，机器人把茶洒了，全洒了。苦瓜让我们喝，结果全洒了，漂亮，全洒了，漂亮，漂亮，很智能吗？这个机器人很智能吗？有几匹马？这有几匹啊？几匹马？啊，我知道啊，这个好简单。五匹马。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我要 battle！ 我要 battle！